家好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是张天。我是陈奕晨。陈奕晨。嗯。陈奕迅的奕。他们两个是活协议啊。是哦。我们可以定一下明天谁做饭。我想烤，用烤箱。那我做一个红烧鸡翅吧。红烧鸡翅。嗯。烤箱如果可以用的话，可以烤羊排。你除了烤羊排，烤箱那个烤羊排。好。那我们幻想商量一下做什么。你那个地面要放点什么东西吗？要肉丸吗？有肉酱这边。肉酱，肉丸要吗？你觉得？其实你做意面，我可以做个汤，罗宋汤配意面还不错。先负责罗宋汤。然后把意面。嗯。你在早餐会做什么？早餐。嗯。我会喝咖啡。嗯，我也是。其他的都还行，早上吃的比较少。他那个咖啡机是。对，我们去研究一下咖啡机走。问一下，那咖啡我都没看。你用的什么咖啡豆？就是早餐那种。那明天就得磨呀，这个。嗯，我来磨吧。看看。嗯，来磨。都不好意思。交给我吧。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哦，你在磨这个？嗯。哇，厉害！你今天早上喝咖啡吗？谢谢。如果早上不喝咖啡，你会觉得没精神吗？我因为就是我现在每天都喝咖啡，可能喝很长时间了，所以就是每天早上都要喝，不是吗？我是，对吧？是，就是咖啡中毒，咖啡是主菜，对对对，然后其他就是想吃一点好。哇，我们主菜好喝。嗯，你在这里干嘛？我刚让你开门啊，我忘拿东西了。好吧，那我走了。嗯，好，拜拜拜拜。今天没带表，几点了？快九点了。嗯。哎，咱俩为什么不带围裙？啊，对，我们应该带围裙。要系上吗？要，一起的。这个菜感觉挺好吃的。你怎么记得你？你记就好了吧。好了。OK。菜。菜我洗好了，然后一会儿要用。妈呀，冷吧？还行，我就怕吹头吹到。要不要我帮你挡一下？啊，要不要帮你挡一下风？那你坐这儿吧，来吧。我跟你说，要不要吃东西？你挡到吗？完全没有。我给你挡一下。这个尝试挡一下。这什么管用吗？吃东西的时候，
你好，哎呀，你二位需要喝点什么？好，没问题，请你先，我是先。美式加奶，好，嗯，我也来一杯一样的吧。他不要奶，嗯，好的。早饭我们就牛奶、咖啡、鸡蛋、面包。我咖啡里就不放牛奶。我是想说我不要奶，然后你帮我说了。不好意思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很好。又是我。去哪里？特意给你找一家餐厅。OK。今天就是忙一天，给你准备礼物。还有礼物？看一看吗？就不要太认真的看，就是打开一下看就行。就是一些东西，是一个，我好像之前有知道这个，这是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火星，你要是出去用手机的话，它可以扫出那个 AR 的一个东西。谢谢。哪天不美？今天格外美。我给你放了那个蒜粉，然后我说大家的都没有，只有你的有。我来。也不算我输啊，就你抢我一步。嗯，还是一面墙好吧。来吧。你不能反悔，你不行，你不可能反悔啊！
好再来一句。好。我今天喷了一个非常好的香水。这是谁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在瞎画。我想画一个，就是 cyber 的那种头盔，啊，我昨天看了好多那个 Star Citizen， 都没机会跟你说。哦，你看了 Star Citizen 了？他那个破产了吗？没有破产。他不是说欠玩家的钱，然后就是好多都没给。他是欠钱了。他不是说你别吓我。我还看了那个他们的表情。没事，还有 Cyberpunk 可以等。其实香港真的很符合就是赛博朋克那种风格。对啊，香港好棒，我喜欢香港，我去过三四次。你看这个。看到什么？怎么了？我的风筝坏了。好，我找到一张藏宝图，这只是一张画着我钱包的纸，好不好？你妈几岁生的？30。我妈是21生的。不对，我妈是23，因为我爸是30。我爸21生的。真的？咋认识的？我爸当时创业嘛，然后去了太原，然后。我爸就过去去他们那边考察，然后我妈当时就在店里面坐着记账，然后我爸看见就爱上了，就那一眼爱上了，然后我爸就想，因为追我妈人真的很多，我爸只其中一个而已，然后我爸就是那种很直男的人，就他想出来的浪漫方式总是让我妈害怕，就包括有一次我爸觉得就追公交车特别浪漫，就有一次就故意我妈上了公交车之后，他就故意慢了一拍，没有上那个公交车，没有上去，假装自己没上去，然后自己拿了一束很大的那个花，然后就追着我妈叫芳芳嘛，芳芳芳芳，然后就是大家都看后面有一个人好像在追着公交车拿了一大束花，然后后来公交司机就把车停了，完了我爸就气喘吁吁，芳芳，我妈。我爸那种就是直男的浪漫，直男的浪漫就是可爱又可笑又尴尬。然后我爸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搞到了我妈她那个远房表妹的地址，就也是带了很多礼物去拜访了她的远房表妹。我妈跟那个远房表妹好多年没有联系过了，然后远房表妹一脸懵，啊，你是谁？我还有这么一个表妹？我爸妈特别搞笑。然后他是我妈在台上跳舞，我爸当时摄像一眼看中，就直接镜头转了，就一直盯，就不错。没事吧？有点上头。昨天还是在想，在回忆，就是发生的，都很清晰。就发现还蛮多，对，共同的一起去聊，不管是
梦想啊，还是感兴趣的东西，对，还是竟然都还一样，对，觉得特别奇妙，好不可思议啊，对，而且可能之前我们就没有机会相遇，然后两个人竟然都选择来了这里。你喜欢一个人需要用多久的时间？心动可能就一瞬间吧。我看到一个人，然后想要去了解他，20个小时确定有好感，然后。我就快点说。好，其实我觉得，刚开始可能第一次见你就，就可能很久没有的心动就发生了。就是很感谢这个人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次相遇。明白了。这段时间变得有变勇敢，然后有因为挺重要的，对我来说，就对我来说才刚开始，就是给小屋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，但是我们两个今天才是一个冒号。不能哭，不哭，不能哭，不能哭。就好难呀，妈。